阿妈来呀。联谊会还有围炉，大家都今天是我们红道助老主委的一个交接哦，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庄主委，过去这段时间来结合非常多的民力，然后呢协助我们红道这相关的一个助老的一个活动哦，那也要恭喜我们的这个狮主委的一个这个就职哦。那这两位呢，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狮子会的精英，而且在社团上面的表现都非常的杰出，也都担任了庙的相关的理事长、主委啦，或者说是我们非常多社团的一个这个历练。那所以说，透过他们的人脉，结合了非常多善心人士，共同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助老的一个工作，我想在这边还是再次的利用机会，谢谢我们庄主委过去的辛苦，恭喜我们施主委的就任。那寒冬呢这次的一个这个经费所需呢要5-6百万，到目前为止还尚缺100万，除了今天我们做的相关的这个参会的一个募款之外，也希望我们这个善心人士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共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。咱拢会老嘞，咱若把这个制度做了好哈，我相信哦，我们的这个老年哦，绝对呢是非常有尊严。那县政府也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我们的这个老人关怀的区块哦。我们呢这个589个村里，预计要有每个村里都有一个关怀据点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81个，也希望透过关怀据点跟相关的社会福利的一个连结，让我们长辈能够活得更健康、更长寿、更快乐、更有这个尊严哈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洪大人站着，不管是圆游会还有那个老人用餐哈，围炉哈，都承蒙各位的赞助跟支持，还有我们那个红道的那个志工，还有各位同仁都对我很支持啊。那个还有我们现在接任的是我们的四季星那个主委啊，他的能力哈应该不输于我，他在狮子会各团体哦都贡献蛮多的。红道老人这一区块的话，很早之前我们就有在平常就在赞助了。那这一次接下这个大任哈，真的要感谢他们这几位哈，在默默后面的工作者这样哈推着我上来。那当然我们在很多活动上面都有在办一些活动，例如家福的啦哈，家福的活动我们连续已经家福办的寒冬送暖9年的。办了9年，那但是在红道这一期块，我们以前也办了演流会，那我们想说演流会就有这个机会把时间往前挪一下，可能会在5月再办一次哈，这个爱情演流会来帮助我们彰化县所有这些老人独居的，包括需要我们照顾的。请跟我们唱一句，红道老人之友，红道老人之友。